米，最爱泡澡的阿姆，上幼儿园跟小朋友玩，回到家就跟爸爸玩。你饿了就吃一顿，困了就睡一觉，太舒服了。不要做梦了，李小米，醒哈，你是饭要吃到喽。我叫雷大力，我答应过他妈妈的，一定要让雷小敏有出息。说啊，行。老汉的人生可以输，但娃儿的人生一定要赢。越努力，精神点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这是老汉能为你想的最好的方法了。为了雷小敏，我每天都在拼命。入学通知没收到，你算啥子嘛？你走！你花那么多钱才买个胸针，你脑壳都进屎了？已经走不出来了。所有人都在跑，你不敢救吗？你可不可以为自己胸前再拼一次？